多多，哎呦，啊，今天啊，现在你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啊，那个老天爷的声音哦，那个雷的声音呢？刚刚呢，我在直播按下去的同时，刚刚有打了一声大雷声啊，哦啊，大大的招啊，那你黄医生啊，那今天因为是假日哦，所以呢，人非常的多哦，那好险呢，也是感谢各位所有的，哎，去吧，哇，多多看到球就是无敌了。哦、那感谢各位哦，就是的配合，因为大家都知道狗狗呢非常的累，所以呢都最近都没有再遇到那种客人会吵着要狗狗一定要出来的那个事件呢。我、哦、非常感谢各位的配合，哦，所以呢，因为呢他们有睡饱哦，所以各位才可以有这个机会哦，可以可以常常看到他们现在是非常的有活力的样子哦。那像前一阵子，因为哦，就是每天都在接客，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睡觉，所以有的时候散步呢，真的是淋漓尽致的哦。好不容易抓到一点时间可以出来散步，啊，不像你今嘛呢，你看哦，困个哦，睡到饱啊，尤其是多多那个睡眼惺忪，那刚睡饱而已哦，他是真的睡到饱的，然后所以变成说他现在精神非常非常的好。那九九跟大大呢，哎，给。过来，多多来，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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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先多多呢，因为呢看到球他就无敌了啊，去吧，去吧，哇，好快，好快，哈哈，啊，哇，那这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一阵子好像是只要是那种假日哦，就是人都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呢那个。这整个礼拜的那个午后啊，真的都是大雷雨。你们看一下那个天空，这样一整片全部都是乌云。哦，那所以呢，这种天气真的是你要哦，程咬金来了，哦，大大终于来了，大大好的，快点。哦，哎呦，哎呦，这家哥，这程咬金哥要打架。哦，大哥喂，啊，你早一堆去得啊。好好好，多多给我，给我。哎，大大把球丢下去了。哦，猪队友，多多，你的球已经掉到水沟里面了，没有球了，啊，我都剩啊，大大一杆进洞哎，哪样嘞，哪样嘞，啊，多多怎么办？你的球，那你在这边等一下哈，等一下还是依然会有个仙女会出来，你在他问你说呢，你钓的是金色的网球还是银色的网球？你一定要告诉他你钓的是钻石哈啊！我们会不会发财就靠这一端了，好不好？哇，啊，大大一根进洞，我本来是想说在这个地方了可以，安诺啊，打窟窿裂了，哦，本来想说可以让他们一起玩，结果大大一推就把那个球推到水沟的洞里面了啊！多多你在这边等一下哈，等一下仙女姑娘就会出来了哈啊啊！金网球、银网球，记得要跟他讲，你钓的是钻石哦。嗯 ，OK， 好，练财就靠这一通了。我们大大真的是猪队友啊！啊，就是好不容易，本来想说今天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画面，这个网啊被大大一杆进洞了。我们现在没有网球可以玩的，怎么办？多多，来你们去陪你爸爸追小鸟，快点去追小鸟吧，来。来，哎呦，小鸟嘞，小鸟嘞，哎呦，哪边，快点，小鸟在哪里？快点，去吧。啊，哎呦，那公公啊，安诺啊，没有小鸟啊，你看哪里有小鸟？没有小鸟啊。啊，好，哎呦，又长出香菇了啊！看到没有？地上又长出香菇了。啊，真的是啊。我们大大猪队友呢，把我们的没关系哦，大家不要紧张。之前有粉丝寄了一整箱的网球哦，不怕多多，多多还没塞，而且香菇还没塞用啊。啊，进来啊，进来，来，没有球了，你们就只好自己去玩了，陪你爸爸追小鸟，快点，快点，去吧。猪队友，然后跟各位分享一个东西，我最近真的觉得超级神奇的，养狗十几年哦，第一次遇到这么神奇的事情哦，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个广告非常流行吗？就是一定除，就是之前我们养狗的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狗狗如果像他们常常在草地上跑，都会有一个问题是他们身上一定都会有跳蚤，不管怎么样，低找不到带什么不找领什么，都一定都会有跳蚤，因为那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每天在外面跑，所以一定都会有虫爬到他们身上。但是最近，我给他们一人吃了一颗一定除，从上个礼拜吧，已经吃了快第五天了。第四天还是第五天呢，超级夸张。因为我以前呢，如果有来店里面的客人，都会常常看到我会帮他们
一只一只的在那边按摩，然后呢帮他们人工除藻，这是我觉得我们身为主人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每天要帮他们除了按摩以外就是人工除藻。然后呢结果我买了一定除给他们吃了以后，超级夸张的，这几天我非常的觉得有点没有成就感，因为平常呢一只呢我如果比如说九九好了，我就可以抓到很多很多只那种贝吉卡的，但是现在我完全抓不到，而且有就算抓到了都已经是干掉死掉的，就是我觉得超神奇的，真的是超级推荐一定除这种口服式的那种那个，因为之前呢我们都滴找不到，但是呢滴找不到呢就是要等他洗完澡的过几天身体有油啊，就是那种才适合滴，但是一定除不用，你滴了你还是可以正常的洗澡哦，就是我觉得超级神奇的，真的时代在进步哦，就是他们一他好像往广告上是讲说一颗可以三个月嘛，那他们吃了大概第四天而已，第四天还是第五天而已，真的完全抓不到跳蚤，那就算抓到跳蚤了，真的都是已经是干掉死掉的，超级神奇的就是好没有成就感哦。最近想说有的时候你要有空的话就帮他们抓个虫，结果现在完全抓不到了，就是完全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功能了就是这样子哦，真的是值得跟大家分享，因为真的是太神奇了。好，现在阿伯球啊，没有球了，怎么办？没有球了哦，对，应该现在全台都在下雨吧，这种天气真的是很难讲哦。各位看一下，这个是整个预警的上空呢，就是被一大片的那个乌云给包围笼罩了哦。那远处都听到闷雷的声音，所以趁现在雨刚刚停没有多久呢，赶快带他们出来逃逃哎，不然的话呢，真的就没有了哦。English life show 哟 ，OK now right here right now I can speak English all show OK。and now, running, running day,没啥爽快，因为 because 因为一直 running 的话就会淡淡的话就是久久啊就不舒服哦，所以I hope have sun 有太阳 ，good OK， 那多多 ，no ball, no play, you know， 啊 ，no ball, you gotta go to play。All we wish your father go to a bird, very little bird, okay? okay, come here. This is Samba Tell English Live Show, okay? I 突然间 feel my English, 刚刚没拜。法式英文秀 ，OK， 好，那many have many people, many friends, talk to me, 讲 I 那个，every day 哦 ，watch my live show 哦，他们学了很多的台语哦，那现在呢有的时候呢，现在小朋友呢。也是放暑假了哦，也是放暑假啊，所以呢 ，I 觉得还是my live show 呢，再加一挂英文 English 哦，所以小朋友你们也可以学一点英文哦，跟哥哥学英文哦，这个是 very good 的哦，非常好的事情啊，好 ，go go go， yeah， come here， 哦，多多 ，I 摸摸 ，I no have ball， 哦 ，I no ball， no ball， no play， you know。You wish your father go to, a little bird. Okay, little bird. Wait, little bird, go, little bird. Where? Little bird. Oh, 他要咬爸爸了。哎呦，不好看哦，这是啊，不好看的那个英文呢是 no smile song。不孝子嘛齁、哦、no smile son OK 好OK good 哦 no smile son 哦来 OK 舅舅 what are you doing 啊 bigger 齁、哦、现在齁、哦、very no smile 哦不好不孝哦OK
迄个台语哦，讲台语嘛是无要紧啊。哦，迄个阮即摆是多国语原版的，你要讲啥物拢嘛会使。哦，来进来哦，来再转来哦，即摆人家点台哦，讲即摆要讲台语啦，讲台语无问题，那不好惊哦，不好惊，你就较歹去啊，这真正啊。哎呦，那安尼啦，啊，你唔是要教恁老爸呢？哈哈，进来啦，到底你安尼无做好看啦？哈哈，你这样头壳歹去啊？哎，多多来，多多。没有球，没有球，你就不过来吗？啊，没球我爱过来哦。啊，Come here, come here, come. 他们没落风啊，没落风啊，哈，我们要回家啦，回家回家，哦，要回来啊，哦，现在在烤大风啊，烤大风在，南边要开始在落风啊，所以我现在先带这三架肥猪哦，回来厝啊，哦，现在你看那个，你看海顶外的树啊，哦，拢烤大风啊，你有看无？哦，那风加大尔啊，哦，套一句台语讲的，就是不哩啊大，哦。呀，进来哦，我等来啊哈，我等来啊，无等下落雨吼，咱等下变成落汤鸡的台语，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哦。落落去汤的鸡，落汤鸡哈。哦，等一下吼，去吼阿家变成落个汤的鸡，安尼就无好啊。哦，所以呢，咱即马先带三只狗啊，先等来啊，无即马连绵要大雨啊。哦，看这天空就知影。好，感谢各位收看 ，Thank you everybody。哦 ，Watch my life show 啊，萨瓦迪卡啊，那个。啊，康布卡，康布诺，啊，那 OK， 哦，感谢各位，哦，好，那韩国的朋友也是要，哦，也是要照顾一下我们韩国的朋友了，思密达，啊，感谢各位收看的，哦，思密达，啊，好了，哦，要落雨啊，吼，好，来，我差不多要回来啊，哦，感谢各位收看啦，拜拜，再见 ，Good night，Goodbye， 拜拜，拜拜，思密达。